Hello， 大家晚安。今天提早了10分钟来跟大家直播。今天呢有好事情啦，就是呢我们呢直播当下会抽出就是折扣码要送给大家。那以往的折扣码可能都送一名、两名、三名，但是今天呢我们是写 N 名，所以代表着由你们自己做决定哦。分享人数越多，我们就抽出越多名。那台湾是金额150元，马币是20元。那相信大家现在赶快分享，或者是你要找朋友来分享也可以。那很简单，300人次1名，400人次2名，500人次3名，以此类推，最多8名哦。好，每一次我们玩这个游戏呢，大家都会分享到好，分享到满，所以呢，由你们自己去掌握。那折扣码其实很好用啊，就是每天在买橘园商品的粉丝呢，应该都觉得超好用，简直就是好礼物，对不对？所以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跟我们直播当下分享哦。那抽出 N 名赠送台币150元的折扣码跟马币20元。为什么写 N 名呢？就是让大家自己做决定了哦。你想要大家一起努力，我相信这个团队感是需要非常非常重的哦。好，所以海外的粉丝对你们非常的有信心哦。那台湾的粉丝也是哦，加油咯，好不好？那我记得分享、分享再分享，这很容易啦，左下角就有分享键了。那记得要打上直播关键字。那今天这个活动我们会在直播关播之前就会来宣布谁是幸运得主了，所以呢，直播跟到最后，那一样不会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会把今天的新品都介绍完。好，那所以呢，记得今天你有下单成功的，把订单编号贴回来，924的订单，好不好？所以呢，就靠你们自己决定了，好不好？好，来。大家赶快分享。那今天的新品也非常多。那海外的天气我想应该也是非常的炎热。今天呢台湾稍微有一点点凉爽了。所以呢今天妞儿也是穿着薄长袖出门了。那今天呢一些穿搭会教大家多搭一些薄长袖啊，或是小外套、小罩衫之类的。其实呢台湾的天气也是忽凉忽热的，所以呢其实也不是非常好穿衣服的。所以今天呢会有新品跟大家介绍。那再讲最后一次哦，今天直播当下贴订单购物成功的就是0924的订单。那我们直播当下会抽出 N 名来赠送 N 名哦，就是没有规定是几名哦，台币150元折扣码跟马币20元。那门槛很简单，反正你就分享就对了，这是一个团队，一个团队精神感，好不好？就是分享最多抽到8名咯。好，那就以此类推，大马最多抽到6张，所以海外的部分也要加油，好不好？加油加油再加油。好，那今天的新品啊，有连身裤，然后有我身上的薄长，还有我裤子追加也补货到。今天有蛮多好东西要跟大家分享，所以呢稍微把游戏规则介绍一下呢，就要来开始今天的新品直播介绍咯，好不好？好，来来来，再等大家各位上线了。礼拜四，那这个礼拜台湾地区要上6天班，所以呢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累，对不对？就想说哇天啊，这个礼拜要上6天班，没关系啦，上完下周就连放4天了，先苦后甘，知道吗？对，直播幸运儿是我。好，那记得啦，我讲最后一次活动规则，今天你来进来就按照平常分享，其实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只是呢多分享多送你一些折扣码，你可以邀朋友一起来，或是你自己可以多分享几次，随便都好。总而言之，我们最后要抽奖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看那个分享数哦，然后看台湾跟大马各可以抽出多少张，好不好？好，所以呢今天呢就是这样子的活动，然后商品呢今天的价格都非常的甜，而且也是现货给大家，所以大家可以非常快速的去购买。最近很多人在收集就是廉价的衣服，或是真的有很多粉丝一定要买到现货，那一定要趁今天第一档上新品的时候就来买，绝对就有满满的现货。那很多新加坡、港澳的粉丝也不用担心，我们非常多海外的粉丝哦，大家都说我们家的出货速度是不是坐私人飞机去的，非常的快哦，今天下单明天后天可能就收到了，当天我们傍晚其实你的商品就已经在送去机场的路上了，非常的快。那如果你有喜欢的东西，也不需要大家等太久，就是很快就可以，你下单完成付款完成就可以帮你出货了。
好，新加坡怎么下单？其实不论什么地区，我们都在官网下单，非常的容易。你可以注册一个账号，或是 Facebook 登录，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好，所以呢，要记得，如果不会的话，赶快询问我们的小帮手，私讯都可以，都可以赶快回复大家。好了，那我的外套当然有，为什么我会穿着？这是我最喜欢的外套，这是我们上架的新品，超级喜欢，有绿色跟卡其色，那两色都卖得非常好。那我昨天有特别讲一下，一般大众的女生都会喜欢我右手边的这个卡其色，那比较喜欢小个性的妞人或是比较特殊颜色的，就会选我身上的绿色，两色都非常好看。那今天在直播里面呢，也都会有一系列她的穿搭。好，那我再简单，我开始咯，好吧？那大家今天就大力的分享就对了，反正最后我们会带大家去做抽奖的动作，所以不论你今天是新旧粉丝进来，你就分享就对了，绝对对你会有帮助跟好处。你的衣服也收到了，好喜欢，对不对？我们海外的马来西亚是从马来西亚仓库出货嘛，一样你买到现货，我们的小帮手出货部都非常的快帮你出货，所以呢只要有现货不要担心哦，不要担心，只怕你买不到或是买不到现货咯。好，那我讲一下我身上的外套，我身上外套真的好喜欢哦，今天也好适合穿，它就是算一个 oversize， 然后它是这种大家应该普遍衣柜都没有，就是为圆领的亨利领的一个夹克，它很特别，它真的叫做夹克，因为它的那个面料是做斜纹布，所以呢它很不会到很厚，就是薄薄，很适合现在的季节，大概说凉，但是台北的季节大概也是26到30度这样，也没有到很冷，所以呢其实穿这种，我里面穿一个若隐若现的薄 T， 今天上架的新品，再加一个外套，再加一个短裤，我觉得差不多了。对，所以呢这个外套啊，它细节非常多，除了口袋之外呢，手这边是最漂亮的，那一样外套是全数现货，所以今天一起买的话，明天你就可以穿到了，就这么快。然后手袖我讲了，我里面是穿长袖，我还可以非常非常舒适舒服的把手箍上去，所以呢在活动上啊或是薄透度啊，我觉得都很赞。好，那它就是有两个颜色。好，外套是顺带一提，因为这个外套之前就介绍过了，如果有喜欢的粉丝自己赶快到我们的官网去点选咯。好，再来呢，妞人要开始今天的新品咯，好喜欢好喜欢哦。好，台北的天气呢有点讨人厌，想要下一点小雨又没有下下来，又有一点凉又有一点风，到底要穿长袖长裤还是短袖短裤呢？好，那今天妞儿选择了一个短裤，但是我选择一个很薄的上衣，也是一样若隐若现。那这个上衣我很大推大家买，是因为我觉得它颜色很漂亮，然后线条很特别，因为呢这个一般的素 T 都长得不一样哦，大家来看一下，它是非常有线条的，而且连水蓝色都非常的好看。那其实我们卖场上有非常多不同风格的穿搭，你也可以参考我们 model 的搭配哦。那灰色是本妞儿非常尬意的颜色，我觉得非常的有质感，而且呢走入秋冬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搭的颜色哦。那整件呢来放出来给大家看，它就其实是一个宽松的，即便你不喜欢扎衣服的女生啊，这样穿也很好看，就让它自然垂坠。那现在季节我觉得可穿短裤可穿长裤都 OK， 等一下后面会有不同的穿搭哦。那它的直线条跟它的透肤度跟它的弹性跟它的舒适度，这一件呢超级大推给大家。然后它的边都是有考克收边，然后真的想要围斜领当然 OK， 你看你自己当地的天气。那我觉得这件的好处是它放出来可以很好看，因为有一些软料的衣服它放出来可能会很像睡衣，但是因为这一件呢它本身有没有看到满满的螺纹线条，非常的特别更好看，所以呢真的不用担心。那里面就是穿任何你自己家里有的小可爱，或是你要跟妞儿买一样的，也可以请小帮手协助你哦。再来就是我刚刚一开始的围扎，我觉得围扎也是一个小率性的感觉。再来呢，粉丝就问到可不可以绑，这个当然一定可以绑啊，因为它是本身是有弹性的，那你可以稍微绑一下，就是不要露肚子的感觉。这一件我觉得蛮多变化的，那大家可以到官网上，我们不只是搭短裤，我们还会搭碎花裙，有很多很多的类型的下身都可以来搭配。而且呢今天呢这个真的超便宜，而且又是弹性的。那我要跟大家讲，它跟别的螺纹很不一样，它是做这种透肤的。灰色是我觉得蛮大推大家的，就是它有点像银灰色。好，那我身上的裤子啊，大家应该知道它是谁对不对，它是我们剧院最难买的短裤，今天黑色也是全数现货，追加补货到。然后呢尺寸的话呢自己正常尺寸就
可以了，就可以像牛耳这样。那黑色大家其实不用担心说，哎，这是不是夏天的裤子还是秋天的裤子？黑色的它就是黑色的牛仔裤，然后所以呢，你不用担心它没有季节的限制。那这一件呢，如果你是新粉丝，可能你还不够熟悉剧院，它是我们剧院一整年最难买的短裤，今天如果你遇到它是现货，我只能说你是幸运儿，有喜欢的话赶快去添购。它就是做一个弹力，然后 A 字摆，但是呢它不会到非常的短。然后秋冬的话你可以像妞儿搭这种小短靴，那夏天的话可以搭一些拖凉鞋，都非常的好看。那裤子我就不便多说了，那总共有四个色。好，来，所以呢裤子呢，如果你是新粉不够理解我们家的裤子的话，没有关系，你可以试试看买看看。那如果你是老粉，本来就已经在等它了，今天又看到，赶快去下单。然后订单编号记得要贴回来924，好不好？然后我们就等一下就可以抽奖了。好，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搭就是一个蛮简单然后率性好看的一个 look 哦，灰配黑就是一个很秋装的颜色。然后就像我刚刚讲，衣服放下你看它也不会皱，就是自然垂放就非常好看。这只是第一个颜色而已哦，第一个颜色而已。这个啊，这种 T 啊基本上都是人手一件，因为呢其实到了转换季啊，大家都想要买 T， 可是我必须要讲哦，坊间的 T 啊真的穿起来普遍都是素面的，但是我们家的是做这种微透，这穿下去是凉感的哦。好，不要觉得说看到长袖很害怕，很热很热。来，这个呢是完全在30度也可以穿的一个很薄很薄的长上衣。然后有没有看到它的线条，每一个颜色线条都是一样，非常漂亮的，它不会非常素，也不会像睡衣哦。那白色妞儿也是非常大推，是因为白色它本身是完全纯白，所以呢它的若隐若现感我觉得也很性感也很好看。那其实透过镜头看到妞儿，有没有发现我变很白，因为我们家的白色上衣真的就是走一个纯白洁白净白的白色，所以穿起来干干净净，然后又非常的提亮。那最好的就是你看我这样直接放出来超级好看的。好，那小帮手借我那个棉麻绿色的那个背心，就是有点像小风衣的那个棉麻绿色背心。好，我现在要搭的这一件也是我们卖场卖的非常好的。如果你觉得啊这样有一点素的话，其实呢我们卖场有一个卖的非常好，不知道大家收到了没，棉麻的一个背心的一个就是比较像小风衣外套式的棉麻背心。好，很多人会这样子穿，它就是多了一个小造型。那如果你想要身材比例好一些，你可以把它扎进去，好长袖的感觉。因为很多人都问说，哎，长袖可不可以这样搭，接下来天气变冷了，你随时想要怎么搭或是你想要绑起来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哦。好，那白色我自己当然有买，因为呢我觉得白色很好搭，是因为如果我今天啊不想要走小性感风，我想要来一个比较休闲的女孩，那我可能就会换一个老帽，它完全可以跟我刚刚穿的风格完完全全不一样。而且你有没有看到白色的线条，它的螺纹是这样宽的细的宽的细的宽的细的。我刚刚搭那件风衣外套，因为很多人买，所以我就想说搭给大家看，大家可以多加利用这样。那本身虽然很素的衣服，但我刚刚讲了你一定要很认真的看我们的线条。好，一般你买的螺纹是不可能会这样子根根分明，然后非常好看，都看得到整个细节，一定是全素啊，或是看过去就是很素的感觉。但是剧院家的真的大家可以不用担心哦，穿下去就是这么好看。然后呢或者是刚刚粉丝有说到，哎，妞儿刚刚一开始穿的那个绿色外套很好看，我刚刚讲了非常多女生买这个卡其色，因为普遍啊卡其色还是女生最佳首选的颜色，奶茶色卡其色跟韩风女孩都是大概这样子的一个色调。所以外套有两个颜色，然后这件真的卖得非常好，今天一样现货给大家带回家。所以如果你有喜欢的话，这个现货已经快售完了，因为这个真的卖得很好，大家的衣柜打开都没有这样的外套。那妞儿也是真的非常真心大推这个外套，穿起来舒适，而且夹口又不会很紧，一样可以加我们的薄长袖进去。那也有教大家未来有一些连帽的东西，你可以把帽子拉出来也会变得非常的好看。好，那今天呢我要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活动是靠大家自己分享，好简单好简单，只要按一个键你就有可能拿到折扣码，拿到现金可以使用哦。好，那我们会送出几名呢，由你们自己决定，你们就分享分享再分享就对了。好，到最后我们直播关播之前就会带大家去抽奖，你马上就知道你有没有中了，好不好？好，那这个是白色哦，白色其实我也很大推，因为白色如果搭牛仔裤啊等等之类的东西也都会非常好看。好，那短裤的部分妞儿要推
脱掉了。这个呢是我们刚讲的全官网最难买的短裤。如果呢总共有四个颜色，黑白深蓝浅蓝，那黑色是目前最难买的，不得不说，因为秋装嘛，秋冬色大家都会想要走入黑色的一个裤子。那它确实非常好穿，那尺寸非常的标准， SML XL， 让大家全数现货来做选择。好，再来呢，妞儿呢想要来先来搭一下这个就是牛仔裤的 look。好，牛仔裤的 look 啊，如果呢我搭了这个白色，我跟大家讲非常的显瘦。那我也要顺带一提，我身上的这件三扣牛仔裤今天呢非常幸运的告诉大家也是全数现货。好，我觉得今天好看很多耶。好，这个大家超级想买最瘦最瘦的三扣长裤，今天台湾官网全数现货，海外的地区预计下周会到货，也会有哦。好，这件呢光穿平底鞋或是不穿鞋就很瘦，不要说去踩一些靴子或是就是其他的鞋。然后主要来搭配这件上衣啊，就是你看哦，正常穿放下来也非常好看。然后呢我现在穿的是这接下来我们未来要上架的鞋鞋也超级搭的。好，那我要来穿第三个颜色，而且这衣服有个好处，它不太会皱。好，所以今天这个啊，我们看到购物车大家是人手一件了。好，那哪一件呢，哪一个色呢，可能就靠你自己去做一个决定咯，好不好？好，第三个颜色是妞儿很喜欢的，很标准的水蓝色。好，我觉得水蓝色啊，我也是搭小军靴给大家看好了。好，这个裤子啊，接下来如果天气微凉开始，你可以搭一些小短军靴的时候来，这裤子真的超好用，而且非常瘦。那裤子一样是标准尺寸，我是穿 S 号，非常弹，有极度大的空间跟弹性，然后瘦到不行。我的筒靴里面没有加任何的鞋垫，它看起来就这么瘦。好，所以呢是裤子真的很厉害哦。好，那很多女生很爱这个水蓝色，因为一看就是哇有朝气，然后又显白的颜色。而且我刚刚讲了，这个衣服的长度很棒，它是放出来就可以让你穿的觉得很轻松，不会像睡衣有一些你一定要扎啊，就是给它一点造型，因为都会觉得说哎，素素的上衣好像太素。但是这一件真的不用，你就让它自然的放开，我觉得就超好看。弹性呢，布料上呢，妞儿都给它100分。好，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很安心的购买。袖长呢也非常的标准正常，来给大家看一下，标准正常，就是小个儿高个儿，我觉得穿都刚刚好哦。好，大概是这样。好，然后如果你想要有点小造型的话，你可以把它绑起来。好，那全蓝呢、啊、一直都是有在看直播，一直都是妞儿最爱的，因为我觉得全蓝是一个蛮时尚潮流的一个颜色，所以你喜欢亮白，你也可以带这个蓝色，是不是超美的？那我要提醒后面进来的，你现在买到的东西最快下午订单就可以出货，最晚明天早上，所以这周你都收得到，或许礼拜六你就可以穿了。好，但是你要答应哦，动作够快哦，动作够快。那裤子的部分要提醒大家，它非常的弹，买到绝对不会想退货。如果你真的不能穿，也请你退货回来，因为后面有非常多人在等待这件裤子哦。好，每一个买到的都推荐他身边的好朋友来买。那为什么会这样讲？今天一定要买，因为我们的裤子不开放预购，所以只要有现货最快的那一个时间点，妞儿一定会在直播告诉大家哦。所以有喜欢的话，你们自己赶快到官网上去订购咯。好，那再来的部分呢，妞儿呢想说来搭一下外套好了。好，如果呢今天有一点点凉，然后我们想要搭一点小外套，其实大家可以选用这种小风衣式的雪纺外套来做一个搭配哦。就是如果你有买的话，你可以杏色的、蓝色啊，我觉得是一个蛮协调的颜色，就是钛金式的或是黑色的你都可以哦，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看。好，裤子没了，有啊，裤子四个尺寸目前都有现货，都有现货，三扣牛仔裤四个尺寸都有现货，所以大家动作赶快去。这条裤子啊，我完全现在鞋子里面没有加任何的鞋垫，我只有161公分 S 号标准，我也不是特瘦的 S， 就是标准 S， 所以呢穿起来真的很瘦。然后呢它的包覆性很够，但是不是紧身哦，你看它随便任何地方都是弹的，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来购买。好了，就这样了，我要继续下一款了。好，
再来的部分呢，我呢想要先来介绍别的了。好，就是呢今天有一个比较不好买的东西叫做牛仔裙，我还是先来换一下牛仔裙好了。好，牛仔裙的部分呢跟我们的牛仔裤一样，不开放任何的预购，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没有买到牛仔裙的人，你就是要等到下一次。但是呢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其实我们真的也不知道。好，那这一件呢很适合大家，是因为我觉得它整体穿起来是非常舒服的，而且呢腰的部分呢我觉得非常的舒适。好，那我今天也是穿我们未来要上架的这个小白鞋来跟大家做介绍咯。好，那来裙子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件裙子超瘦，超腰超瘦，然后超便宜，整个人纤细到不行，然后一样是走高弹的，也是三扣。好，既你们买过三扣牛仔裤，更不要讲三扣牛仔裙，很关键的三扣的字一定要买，好不好？来，三扣牛仔裙。而且呢我先我这是我等一下要穿的上衣啦。好，因为我想说没有穿上衣的时候先让大家看一下那个裙子的原貌，因为真的很瘦，而且它是可以自己调整中高腰的，也如果你穿一些短版的衣服它不会就是露肚子。那它一样是非常经典的三扣，然后呢一样是每个细节都是弹的，然后呢屁股也是弹的。那长度我刚刚讲了，太棒了，就是SML style， 然后呢长度的部分就是介于东方女生，不会太长不会太短，然后又非常修身，那也不贴臀，然后它的刷色没有太多，只有大腿稍微微刷白一点点。好，这个是今天一定要买的东西，一定要买的东西哦。如果你没有买到你真的会很痛苦万分，这一件是我今天里面最爱的一样商品，就是因为穿起来实在太瘦，那它又非常显腿脚白，因为呢它整个是算一个中亮蓝的感觉。那从四季有的颜色我觉得都蛮适合的，搭衣服也非常非常的好搭配。好，裤子真的没了，三扣没有了吗？我记得小帮手帮我确认一下，我记得三扣有，不然就是又被大家抢光光了。好，那跟大家讲一下裙裙呢、啊、你给大家近一点看，它的腰围非常的舒服，因为它是走弹力的。那大家要买尺寸的时候买正常的尺寸，不需要大或是小， SML XL 全数线哈，都没了，这么可怕。好，哎，我记得真的早上还有很多，哎，所以是我们刚刚对。好，然后呢来来来，大家呢，好，没关系，我们请小帮手确认。好，再来呢这个弹性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那它其实很经典，跟我们三扣的牛仔裤一样，跟三扣裙跟裤都很类似，那这一款大家一定要买。那我现在上身呢、啊、想要来搭的就是今天上架的这一件雪纺提花上衣，这件我自己有买，因为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好搭配今天这个很好看的牛仔裙哦。而且我要讲咯，这一件提花啊它呢是 L 号也可以穿的哦， L 号也可以穿的。我跟大家说先把整个衣服穿好给大家看，它整件衣服是长这样的，我等一下再介绍，我还是要先把我的牛仔裙讲完。好，所以呢牛仔裙的部分呢、啊、我就会拿来搭这个提花，然后呢让它稍微微微的一点这样。好，非常非常的好看。好，那裙裙的部分呢要提醒大家，你看哦，不论是搭提还是搭提花，我等一下都会搭不一样的款式给大家看，真的非常非常的显瘦，那尺寸非常非常的标准哦，然后弹性极佳，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它这个岔位也不会曝光，因为大概落在膝盖的位置哦，所以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刚好的一个长度。那今天呢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牛仔裙也是全数现货，所以今天呢还会有其他的搭配来跟大家做介绍。好，那上衣啊，我要讲上衣咯，裙裙还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好，建议长度出到膝盖的长度就会比较挑人了，因为膝盖长裤很容易不小心会变得55身，所以呢其实呢剧院在帮大家选牛仔裙，我是希望从150到170， 80%的女生是可以穿的裙子。五分裙很好看，但是五分裙它会比较挑身材身形去做穿搭，不过如果有好看的话呢，剧院这边一定也会推出的、哦、好不好？好了，来，再来呢
弹性超级好。我现在来讲上衣咯。好，我要讲这件上衣，它其实蛮多穿的。上衣的部分呢，我刚刚讲它是大件的提花，哇，大家都好开心，每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衣服，但是都只有 S 号可以穿。好，这一次呢，这件啊是我们排行榜里面今天新品非常前列几名的，因为呢它的弹性极佳，微微的弹，它很特别哦，它的布料有点微弹，而且呢我刚刚讲它的胸围啊、身形啊都不是小件的，还有手袖也是舒服的，所以呢来就是到我觉得到 L 号的粉丝都可以穿。那方领的设计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好，再来呢，我呢如果穿搭的话，我会把它开两颗扣子，然后稍微用绑的。好，我会看天气看季节去做一个不一样的变化。好，我会这样子用绑的，露一点点小肚肚。那方领的设计非常好看，你想要微小性感，那旁边都有做松紧，所以它不至于一直往下掉，你只要微微的把它往旁边拉就可以非常非常的漂亮了。还有牛仔裙吗？近期牛仔裙不会太多，因为牛仔裙好看真的不好选。好，所以呢大家如果有看到喜欢好看的就赶快赶快下手咯，是不是超美的？好哟好哟。然后呢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先发问一下。好，那上衣的部分刚刚讲了到 L 号都可以很轻松的穿脱，而且呢它的手袖是做这种小洞洞提花，小洞洞提花，然后中间这一片是有点雪纺的感觉，但是它是不是那种超级薄的雪纺，它是有点微磅数的雪纺，所以穿起来非常非常的精致加好看。好，总而言之这样子是不是就非常的简约好看啦。那我再把衣服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大家如果要拿去搭一些比较利落的宽裤，或者是我们今天卖场有上架的这种比较休闲的裤子也都可以来穿搭，就是如果你是想要韩风女孩，今天有一个很厉害的那种休闲裤，等一下呢也可以跟大家来做介绍。好，所以上衣你看本身就有自带腰身，所以它不小件哦，不小件。好，那我先把上衣脱咯，好不好？好，来，裙子应该算是中高腰，算是中高腰，所以呢我觉得它还蛮棒的，就是它不太会让大家露到太多太多的肚肚。那裙子如果大家想要搭配一些比较休闲的款式的话，其实没有人会拿这个我们韩制的 T， 就是大家都有买嘛，超级弹，就是没有人说不好穿的韩 T， 白色的还蛮经典的，然后你就稍微给它绑一下，现在这天气非常的适合为七分袖。好，我现在讲的这一些，今天我到目前为止所有介绍的东西都是满满的现货，所以呢最快下午出货，我已经告诉你关键字了，最快就是下午。好，所以呢大家有喜欢的话自己赶快添购，尺寸非常的标准， SML XL 四段尺寸给大家。好，尤其是牛仔裙是居然最难最最最最最难抢的东西，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咯，好不好？好，那我可以再加一个外套给大家看。七分袖如果你还是觉得有点凉，我们卖场这几天也一直疯狂追加到货这一款，就是软料棉麻的一个奶茶色外套。那这个奶茶色外套很多女生买，是因为我当初我介绍这个奶茶带有一点点红，所以呢它穿起来是非常提亮肤色，那喜欢穿牛仔像妞儿这样女生非常适合买这个颜色的小外套，因为不论是你是穿比较性感的还是穿比较休闲的，你都可以把它拿来当成是一个小外套，那整体的颜色啊我觉得就会非常好看，而且它有一个缩腰，就是让我们的腰身非常的凸显。好，这一件呢非常非常好看，而且它是棉麻的料子，没有别的颜色，就这个奶茶色，我觉得这样整体搭配下去它的色调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好，所以呢再来呢妞儿就要把这个，我要再换别件咯。好，我要再换别件咯。好，所以呢大家呢自己稍微记忆一下你们想要的东西哦。好，再来呢我想要先穿一个就是今天我们大推大家买的一个背心组的衬衫。好，它的颜色超级漂亮，一个是银灰色，一个是杏色。好，我先来穿这个银灰色。好，不是很好选，但是呢大家应该还是选得出来。好，来，小帮手可以给你外套没问题。好，这个银灰色穿上去就这么漂亮，银灰色。那我先把它加进去，因为它送的是一件就是
套装 set， 那我要跟大家讲哦，这件里面你自己要加一个小背心其实就可以了，小背心就可以了。那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外罩是长这样的。好，这件呢、啊、就是我自己私心风很喜欢的。好，那你看你想要搭牛仔裙还是要搭就是牛仔裤都可以，还是黑裤还是靴子都可以。那我自己啊，我自己很爱这个银灰色，我就比较喜欢个性率性的东西，所以呢我来换一下裤一样的风格给大家看一下。好，那我呢觉得银色啊它还是很适合我刚刚穿的黑色短裤，所以呢我再次的把黑色短裤穿上去，然后呢我一样是搭一个中的军靴给大家看。哎，这件我有买，因为我好喜欢，我好喜欢这一件的颜色。好，这一件啊不论你是买什么颜色它都带有反光的效果，然后呢摸起来非常舒服，它是有线条的缎面。好，这件呢里面自己加一个背心，你看你是要加黑色白色，反正就一定要加一个背心。那通常我会建议大家就是 set 穿，我觉得超好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噔噔，它有线条，有没有看到？然后反银色的，超级超级美的，超级美的。然后等一下还有另外一个杏色，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好，然后整个身形比例穿起来非常的好。那或者是呢，你要把它就是扣起来，当成是就是另外一种 set， 然后小性感，我觉得这样也很好看，不一定要打开。然后它就是一个很标准式的衬衫，有点微前短后长的感觉 ，oversize 这一件呢、啊，相信。信得过妞儿，信得过剧院的话，一定要带回家，因为它本尊我觉得比直播漂亮，我觉得比直播漂亮。因为有一些微反光材质的东西，在镜头真的很难看得出来，但是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质感的套组。好，就是两件给大家，两件给大家，是不是超级完美的？我觉得很漂亮哎、欸，然后银灰色呢，它就是一个非常提亮显白的颜色，提亮显白的颜色，然后整个都是丝滑感很重的一个料子。然后不论你看你是正常穿，也不用扎，我觉得它轻轻松松就可以有一个非常舒适的时尚的感觉。然后它的扣子也是选用比较厚的这一种七彩贝壳扣，超级精致，跟我一样喜欢这个颜色，对不对？但另外一个颜色我觉得是很多女生会喜欢的，你们等一下看完，因为这个颜色算是比较率性的颜色，但是等一下另外一个颜色比较暖色，我暖色其实真的是大众女生会喜欢的颜色，所以我说你先别下定论。好，但是我自己本人是很推这个灰色，银灰色超好看哦，对不对？有看到大牛仔裤了，眼睛又发亮了，对不对？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虽然是秋装有凉意，但是我觉得也不至于就是整个全长或者全外套啊，就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用短配短裤靴子搭配长袖薄长袖衬衫，我觉得都很适合。然后真的如果天气很热的话，你还可以再把这个脱掉，它就是一个背心一个 set， 你看它非常的精致。那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哦，它也不会说就是微反光的非常非常的可怕。好，后面进来的粉丝，我要提醒大家赶快按赞留言分享。好，这个呢是非常非常好东西，如果没有留言分享，我觉得会今天呢抽奖啊，你没有抽到那个你会很难过、哦、好不好？今天我们是要抽奖的。好，而且呢关播之前就会抽了，好不好？好，再来呢我把这个银色换成是牛仔裤。好，因为我刚刚讲了，刚刚有看到很多粉丝跟我一样喜欢这个颜色，我要先提醒大家银色的部分呢、啊、跟大家说一定是就是比较率性个性一点。等一下还有一个杏色，就是大众女生会很喜欢的颜色，所以妞儿刚刚说建议大家看完你再选。好，当然我自己啊，如果你问我喜欢什么色，我是比较喜欢灰色。好，再给大家看一次，如果穿牛仔裤，这里面这一件啊也是 oversize， 所以没有分什么身形，那我觉得扎进去比例会好一些，这样。好，然后你看，如果是穿灰色，就是一个帅帅酷酷的女生，然后你可以扣，可以不要扣，随便，它就是一个 set 给大家。好，这个 set 卖得非常的好，所以呢，大家想要现货，不要等哦，这几天就可以穿了，应该明后天，你今天下单，明后天就可以穿得到。我觉得这样整个是非常简单、时髦、率性，然后提亮肤色又显瘦显白的，然后又很好穿搭的 set， 就是很有用，你把它分开穿搭也都很好看。是不是很厉害？好，然后记得哦，今天呢
今天下单成功，等一下把订单编号贴回来哦。我们要抽 N 名的折扣码，150跟马币20元哦。那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分享数越多抽越多名。好，就这样交给所有的台马港澳新加坡粉丝，全部都交给由你们做决定哦。你们呢，一个人我记得可以赶快去揪朋友来分享，或是你自己分享都可以，反正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等一下我们就会来做抽奖的动作。好，那这个是银色的部分。再来呢，我现在穿的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它比较偏女性会喜欢的颜色，就是女生啊，女生就还蛮喜欢这种颜色的。它就是淡淡的，然后有点女人味，然后也是白白亮亮的，蛮干净的颜色。好，来，好，这个颜色它跟刚刚的那个比较刚的那个银色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呢，我刚刚讲了，一定有很多女生喜欢这个颜色，因为这个颜色就是，这个就是韩风女孩韩剧里面女生会穿的颜色啊，然后上班族女生很爱的一个杏色，然后它也是走微反光材质。那我刚刚讲了，里面你自己一定要加小可爱，那你想要穿一个 set， 或是你里面要换成是杏色白色都好，都好。好，来直播幸运儿，超级超级好看，对，好哟。所以呢，这个颜色你看，如果搭配牛仔，是不是大家也会非常的喜欢？然后它跟刚刚的银色是完完全全不同种风格，所以我刚刚讲，一般大众女性她会很喜欢这个颜色，因为它也很提亮，然后它会比较柔和一点点。那拿来搭宽裤啊、棉麻裤啊、牛仔裤啊、牛仔长短裤、裙子啊，我觉得花裙啊、雪纺裙、纱裙啊，这个颜色确实会好搭一些些。所以呢，两个颜色你们自己做决定。然后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如果扣一颗扣子，把它穿有一点点微小性感，我觉得也好好看。而且这个衬衫它完全不用去扎去动它，因为它所谓的前短后长跟弧形做的100分，所以呢，即便是你就是这样很慵懒的把扣子扣一颗就好，就可以非常的好看，手袖也是非常的轻松，整个布料也是凉爽的，现在穿我觉得非常的刚好。好，裤子有连结再给大家了，好不好？非常非常的显瘦。好，所以这个颜色我也很大腿，而且它的长度很棒，就是盖住我们屁股肉肉的地方了。那这个颜色也是一样，微反光材质，然后都有很多的线条，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赞跟非常漂亮的。好，然后这个你看这样穿就很好看，完全就是不用扎，也不用特别去给它做一些什么样的造型了。好了，再来了，妞儿要继续咯。好，再来的部分呢，我呢就是要来穿这个松紧带的裤裤。好，这个松紧裤呢，它是我觉得还蛮适合就是休闲女孩啊，或者是就是比较不喜欢穿有尺寸的女生穿。然后它有黑色跟卡其色，它是今天里面啊，我觉得就是非常舒适，然后弹性极佳的一个裤裤哦。那这个其实每年都会有，只是说呢，每一个地方卖的材质我觉得都不太一样，所以你可能会选择比较好的材质去做购买。好，来，它总共有两个颜色，我先拿给大家看一下。好，等等，酷酷，这个酷酷啊，很大推大家哦。直播幸运儿是我，对，然后请大家今天大力的分享下去。好，然后等一下我们会决定哦，就是以此类推，就是越多分享越多就抽越多名，这样。好，来来来，好，这里这个裤子啊，总共两个颜色，它也算是一个微宽版的落地裤，但是它是有纹路的，给大家看一下，它是有螺纹的，所以呢，你喜欢穿这一种微宽松，然后又修身然后又显瘦的裤裤的话，我觉得很适合买这件裤子，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尺寸，然后长度它也没有做口袋，它就是让大家可以很简单很匀称，然后很修饰的诠释这整条腿，所以呢其实从腰以下胸以下就开始就
都是腿了。然后长度的部分，妞儿是穿我们家的小白鞋，所以呢，161公分的我基本上也不太需要做修改，蛮刚好。那150公分，我觉得刚好落地，它也不会到很长。好，然后它的磅数很够，它也是凉凉的，然后它的螺纹很漂亮，你们可以上官网上去看一下。然后呢，尺寸也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奶茶色其实我蛮大推大家买的，因为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大地色的衣服啊，那像妞儿今天搭的是就是比较休闲款式的 T 给大家看，就是整体上是非常休闲的。然后重点是这边非常的纤细，而且呢它是有一定的磅数，不会说一直非常太轻飘，因为转换季节我觉得有一些裤子啊它的材质非常的重要，它是会你看也是凉的，可是它不是那种超级薄的，然后感觉转换季节之后就不能穿了。好，它这件我自己也有填够，因为它就是很好搭配，我不论是搭就是 T 啊或是衬衫类的啊，或者是外套都是非常棒的首选。好，然后我搭一下外套给大家看，因为奶茶色啊其实来搭外套我觉得就是最棒的，你看这样子奶茶色就是很适合搭牛仔类的东西，所以我自己也是买这个奶茶色。那我觉得奶茶色它其实不会太特别的放大或是变胖的效果，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担心。等一下牛儿会穿那个黑色给大家看。那我也是建议啦，奶茶色尽量穿浅色的内着跟无痕内裤，我觉得是最漂亮的。好，然后裤裤也超级便宜的，好，大家可以自己到官网上去看一下。那我要呼吁一下哦，今天所有的商品都是现货，所以请大家动作快，自己去下单。很多人为了要明天收到货，当然就是今天去下单咯，对不对？好，那目前都是现货，那等一下直播完就真的不晓得了，所以呢请大家自己动作快咯，好不好？好，那再来呢，我要穿的是黑色。其实黑色啊真的是很多人买啦，因为黑色其实也不用透过妞儿介绍，我觉得黑色的裤子就是完全就是非常的安全牌，然后呢没有显瘦的问题，没有穿搭的问题，没有内着的问题，没有任何，应该只能讲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呢很多上班族，我刚刚讲也有很多就是工作啊他只能穿黑色的裤子或是黑色衣服，然后这个啊我们通常就会卖得非常好，因为黑色就是你看你现在看到了我，就是我完全穿平底鞋，但是非常的显瘦高挑，然后又非常的舒适。然后它的螺纹啊，我拿咖啡色给大家看好了，它的螺纹我觉得做得非常的漂亮，跟你们一般买的螺纹的布料其实不太一样，有看到吗？好，非常漂亮的螺纹布料。好，那这个没有分尺寸，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驾驭，然后它也是非常凉爽然后弹力的，但是呢它是有厚磅数，有一点厚磅数的，但它不是热，它是让整个面料穿起来非常的挺，然后非常的修身，腿非常非常的长哦。好，所以这个也是我虽然看起来很素，但是呢妞儿呢还蛮大推这个，因为这个非常非常的好用，就是不论你是在穿搭短袖还是各式各样的上衣，我觉得都很推荐它，都很推荐它哦。好，是不是超弹的？好，黑色真的很瘦，然后奶茶色我自己很喜欢，因为我平常爱穿那个什么牛仔外套嘛。好，然后呢我可以再搭一下这个我刚刚一开始搭的这个外套给大家看，就是比较偏奶茶色调的这样。如果是夹克的话，很多女生买这个颜色啦，所以我就搭黑色、白色跟奶茶，还有这个亨利领的一个夹克外套，就是大概是这样。然后你稍微看一下我腿的比例，我觉得这个腿的比例完全穿平底鞋，这样是非常非常纤细的。然后长度呢，我也不太建议大家拿去做修改，我觉得很刚好，很刚好，就大概中腰的位置，舒服，然后好看又冰凉，所以你可以搭一些下，你不一定要搭牛仔外套，你可以搭一些出的那些外套，或者是你觉得那些外套你目前呢都还穿不住的话呢，那你可以搭这种再更薄一点的棉麻外罩衫。好，棉麻外罩衫这个也超多人购买，因为这个奶茶色做得很漂亮，它是非常提亮肤色，因为一般的奶茶就是要奶不奶的，然后要深不深的，所以大家呢其实对于奶茶色还是有部分的粉丝非常恐惧，但是呢这个啊其实这样简约的颜色，然后加上这个我蛮大推这个奶茶色，它是非常提亮肤色，比较红润一点的，是不是超美？
好，对，所以呢，裤子就这样咯。我们要来介绍一些连身类，但裤子就只有瘦一个字，然后好穿，然后非常凉感，非常非常舒适，很大推。这是在我今天新品里面前三排行榜的一个名单哦，这个裤子。另外呢，要买到好穿的裤子，我觉得还是要有大家的去推荐啊，因为下身啊，其实在网络买大家都会比较担心一点点，所以呢，黑色的这个裤子我自己本人是蛮大推跟首选的哦。好，那接下来呢，我要来穿的这一件呢，就是连身裤咯。好，这个呢，刚才讲到棉麻，其实我们卖场上棉麻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好，那这一件棉麻呢，跟大家讲，它有绿色跟蓝色。那这一次的绿色非常非常的特别哦，它的绿色是我觉得是介于军绿色再回来一点点，所以呢，它其实不会到非常的绿，但是呢也不会到非常深或是非常非常的浅。好，总而言之是一样好商品来着就对了。好，那这次这个颜色不好选哦，所以可能要请大家崩溃一下了。好，这件棉麻呢很难选色，我等一下穿好之后再拿另外一个颜色出来给大家看。本身呢，这件棉麻你当然里面想要加短袖、长袖、七分袖都可以，但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穿背心的穿搭，再加外套的感觉，所以给大家做参考。好，来这边呢，上面是做一个抽虚的设计，这边有一颗拇指扣可以打开，打开其实没有太多的意义啦，就是顶多再多露一点而已，然后扣起来，所以呢，反正它就有两节式可调这样。好，再来呢，本身是这么大件的，所以呢，肚围、腰围、臀围都是宽版的。那一样哦，取决于手上的这条绳子，稍微把它拉一下，好，整理一下，绑到你自己喜欢的位置。好，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裤长是不需要做任何的去跟动跟修改，因为我161公分，离地面大概还有5-6公分左右，所以呢，155公分的粉丝你顶多到底而已。好，那我是161穿的平底鞋的感觉。那这件绿色我特别的喜欢，我刚刚讲了，它没有到很深，但是也没有到很浅，然后又做一个抽虚的设计，超级美的。然后呢，一样有帮大家做口袋，然后它是棉麻，棉麻其实没有太多的季节限制，春夏秋冬都很适合，取决于你外面的外套你要怎么样去做一个选择哦。好，所以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宽版背心啊，它其实不是做夏天的款式，就做微宽肩，让大家肩膀可以修小一点之外呢，看起来不会这么这样的凉下。好，所以绿色啊，我自己本人是非常大推的。然后呢，轻轻松松你就可以这样搭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look。 那如果你要搭外套的话，其实有几种选择哦。如果我今天是穿的比较休闲的话，我会拿我们家的黑色骑士领牛仔外套来搭配。我今天如果穿的是小白鞋的话，我觉得这样子完全不用踩高鞋，身材比例非常非常的好。然后这个绿色不会到太深，不会非常秋冬，但是又是一个转换季，非常显白提亮有质感的颜色，我其实觉得绿色很加分，我就是到了秋冬就很爱绿色。好，所以小白鞋我会做这样的穿搭。那如果今天呢，你去的是比如说是去踏青，那我们来穿一些就是拖凉鞋给大家看。好，如果是拖凉鞋，你看哦，换一双鞋的感觉就跟这件连身裤的感觉不一样。换成是拖凉鞋的话呢，我可能就会选用这一种，就是雪纺罩衫。好，整个完全的利落感啊，跟穿搭感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呢，大家呢可能看一下你们喜欢哪种风格。那如果一般幼儿出门在外的话，我一定是穿着小白鞋走休闲的风格。所以换一双鞋其实就差非常非常多咯。连身裤差 L 你可能要特别量一下，到 L 号是没有问题，到 L 号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长度我觉得也很棒，很刚好。好，绿色是不是很心动？然后或者是我们接下来要上架的鞋也可以做穿搭，因为其实我觉得它这裤长做得非常棒，就是可以看到我们刚好在脚骨以下，然后又可以让身材利落显瘦高挑，又可以穿很多种不同的鞋款。好，所以我觉得这件就是我今天最喜欢的第一名，就是推荐给大家。好，然后我先偷偷给大家看另外一个颜色长什么样子。好，另外一个颜色绝对一出来就会让你们觉得很崩溃，因为它是蓝色，该怎么办呢？这一次呢是蓝色跟绿色 PK。 好，所以呢
我觉得很难选，很难选。然后绿色我本人是很爱啊，然后蓝色可是等一下穿上去，大家应该又会有别的想法，或是觉得很亮白，很喜欢。所以等一下呢，我换上去就看大家喜欢哪个颜色咯，好不好？超级美的。好，超级超级漂亮的。好，然后整个就是完全它不会合身贴身，它是一个舒适宽松，然后可以穿出很多不同风格衣服的感觉。好咯，那再来咯，今天下单成功记得把订单编号贴回来咯，赶快把订单编号贴回来好不好？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抽奖，然后你看它整个放开它的range是非常非常大的。好，再来呢，妞儿要来换上我们的深蓝色咯。好，深蓝色的部分呢，我觉得跟绿色又是完全走不同的路线了。那两个我觉得都是蛮显白的，只是你一定有一个你比较喜欢，乍看下去喜欢的颜色。好，蓝色也是挺美的。好，这个蓝色呢，一样做上抽虚给大家。然后蓝色就是一穿上去，噔，就是会变得很亮哦。然后秋冬感的话，一定是绿色比较重，比较感觉有秋冬的感觉。蓝色其实就是蛮基本的，就是像黑蓝这样子的感觉。那你看看你喜欢什么颜色？两个颜色都非常的显瘦，但是带有着大大不同的风格哦。然后一样就是，当然我觉得蓝色就是非常的提亮、亮白透，然后一样就是棉麻的材质，非常的舒适柔软，然后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然后它的宽版不会做太宽，让一些身形比较小个的女生感觉裤子好像太宽或是太大太长，是不是很美？觉得什么颜色好看呢？好，然后后面进来粉丝，我要呼吁大家，今天呢有购买商品的东西，把订单编号贴回来。那我们等一下会带着大家去抽奖，就是直播当下会抽出几名的折扣码。那几名呢，就是要靠大家的分享数来就是决定咯。所以呢，今天看大家的分享数越多，就抽越多张，越多名。好，那就是150跟马币20块。所以请后面进来粉丝就动动手指就好了。好，就这样子而已。然后妞儿就继续介绍新品哦。好，那这个我觉得好适合穿这种鞋。然后蓝色呢，其实要来搭小白鞋或是比较拖凉鞋，我觉得也都很合适。好，你们喜欢什么颜色？L 号是可以穿的，两色都很美，两色都很美。那像我这种懒人啊，我连身裤通常都是两个色都有，因为它完全，我每天真的没有太多的时间要想说要穿什么，所以像这种就是早上出门我就穿一件套个外套我就走了。好，所以呢，我觉得这种连身裤对我来说超方便，而且长度是我每次首选的连身裤都是说可以穿小白鞋的连身裤，因为有一些连身裤它感觉好像只能在婚宴啊或是一些约会局才能穿，但是像这种棉麻感的，就是它即便是我带孩子上学穿比较休闲邋遢小白鞋都可以出门的，我就觉得很爱这种衣服、欸、就是救星。好，救星蓝绿都很亮啊，而且它的绿色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好，大家有没有很认真很认真的在做分享了？分享的动作记得哦，记得。那今天这个也是现货、哦、那我要提醒大家，裤装的制作时间都非常的久，所以呢，如果呢你不想等的话，就是今天下单下午出货，如果跳预购的话可能就要十几天过后了，这个落差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你看整件就是肚围啊、臀围啊、腰围啊都是有非常多舒适的空间给大家的哦。好，超级好买的，今天的新品真的很好买。然后这个刚刚有讲它可以打开，其实有一些人比较丰腴啊，他可能想多露一点，那也 OK， 也会非常非常的亮丽好看。那不喜欢的人，他这边有个小暗扣，你就把它扣起来就可以咯。好了，那我要再继续了哦。下面呢还有一个连身，还有一个连身，它是比较偏休闲感的连身。好，那这个连身呢也是我就是的好伙伴，因为呢它就是可以直接穿了就走，直接穿了就走。好，来这个啊，它是连帽洋装，然后这一次很特别，帮大家选的是深蓝跟浅蓝。那这个浅蓝带有一点点灰，那我觉得灰色它很特别，是它是有粉红色的印花。好，我觉得这个是女生呢，就是也是我自己当下看到我会很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很活泼，它就是有粉红色的印花。好，来咯。然后呢，它其实做的就是有点胸以下都是腿的感觉。那这一件呢、啊、我觉得大家会非常的热爱，是因为它很简单，但是又有造型，又有造型给大家，然后穿起来非常的修身。噔噔，
这间超可爱的，然后它有两个颜色，一个是我刚刚讲的浅蓝跟深蓝，然后它完全就是走一个非常舒适的小帽 T 的感觉。那这个颜色我觉得比较年轻可爱耶，就是因为它有粉红色的线条配上这种蓝灰色，然后呢有看到小性感在这吗？这个位置不会曝光，因为它其实蛮靠左侧，而且不是太高的差，那它的长度很棒，就是介于中小腿肚，所以呢它很厉害的是胸以下都是腿，然后裙子不会过长，小资女孩穿也不会过长过大，然后呢腰围这边都是有做到给大家，大家都可以穿，连肚围都是，很舒适的一件帽 T。 好，帽 T 我看到大家开始在贴订单边好了，然后这一次啊做的是大概有落在四五分袖的一个宽版帽 T 的感觉，它是非常薄款的，给大家看一下磅数，薄款的，好，这个镜头应该非常的清楚，它是薄款的，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我自己也是包色处理，因为粉红色喜欢比较年轻活泼的话，你可以买粉红色，因为我觉得粉红色这个印花啊，就是你不论是拍照啊，搭小白鞋啊，牛仔外套啊，骑士领外套啊，我觉得搭下去都会非常的好看，都会非常非常的亮眼好看。然后屁股的部分大家不用担心，它其实不会很贴臀，因为也没有贴在屁股上，然后它是棉质的，它是 MIT 非常棒的一个棉质，而且呢有没有看到从腰开始整个就是被修得很小，这个是浅灰色都可以到那么瘦，它有点像灰蓝灰蓝的都可以这么瘦，等一下后面有一个深蓝色给大家、哦、很可爱的小帽 T。 好，这一件啊是我真的今天我总共今天上很多啊，它也是在我前三名的，刚刚第一名是谁我都快忘了。好，然后呢连身裤啊，连身裤只要是连身的我都把它放很前面，然后如果大家如果担心小肚围的话，其实它这个啊空间非常大，然后它也不是，你看哦，它不是那种合紧靠在你肚子上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担心，然后它就是有点小性感，然后呢我觉得它的修身度很够，修身度很够，然后这个是也不会曝光啊，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我刚刚讲它在一个左侧的位置，左侧的位置是不是很美？对啊，大家赶快哦，如果选好赶快，因为这个啊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它可能也是数量真的不多了，如果有喜欢的话动作一定要快，然后胸围的部分啊它其实也没有太多的限制，大家都可以穿，它的厚度是薄的棉，最薄的棉，好，它可能都比牛仔外套那一些的都还要薄，所以呢既然考量上架，大家其实可以安心的购买，毕竟它是短袖跟裙子，它不是厚棉哦，不是厚棉哦，因为厚棉是连妞儿本人自己也穿不住的厚棉，所以呢放心，它不是厚棉，它就是一般的那个棉料而已，而且是最基础最薄款的棉料。那再来第二个颜色，我要穿的是深蓝色。好，这一次啊还特别选了就是一个很深蓝，然后一个比较偏浅色调的蓝，然后刚刚那个蓝是有点灰蓝的感觉。好，那现在要穿的这个深色啊，它跟刚刚的那个风格我觉得完全不同。好，那你可以针对一个你喜欢的颜色去做购买。好，然后这个啊真的是确实这两个颜色我觉得拍照都超级好看。好，第二个颜色是深蓝色。好，那深蓝色就是配有点米白色的印花，跟刚刚的那种比较休闲感的帽 T 感完全不同，完全不同。好了，然后我觉得显瘦度两个差不多哎，然后一样就是有差位，然后这边你看它都不是合紧的，这一件完全就不是走贴身合紧的一个面料，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连屁股都不贴，然后连腰也贴不了。好，然后它就是有个帽帽，很可爱，然后帽子给大家看一下。会显小肚吗？我觉得不会耶，因为我刚刚拉了啊，就是这边你看它不是合紧的，就算我现在有肚子它不是那种紧身在身上的，所以这件也是大家的首选了。好，然后就是 one piece 嘛，好看，然后长度又很棒。那如果大家今天想要加一些外套的话呢，因为我呢可以加一个外套给大家看，就是如果你要加一些牛仔外套啊或是连帽外套的话，你也可以把它这样子加在里面，很可爱哦，这样。好，天气如果凉一点的话啦，你看这样一个 set 穿起来就非常好看，是不是很美？
好，记得打上关键字哦。然后这样子，我觉得就整个就是青春洋溢，然后一秒一分钟啦，真的是一分钟穿下去，身材比例很好，然后又不会热，然后又有造型，然后拍照又好看，然后又显白的颜色。好，今天一样是现货，但是这一款啊，它的数量有限，现在已经快预购了，所以如果你想要拿到现货的话，可能请大家动作要快一点点哦。好，超美。然后它就是印那个白色的字，然后真的是我觉得自己穿着感，它的棉料是非常非常舒服的，然后还特别做了这种微宽袖，就是让大家可以比较休闲慵懒的感觉，也不要包覆性太重。我推哪色？我自己其实很喜欢浅色哎，那我觉得大家应该喜欢深色，因为我觉得这一件呢、啊，它的指标就是休闲感、年轻感，所以呢，我自己是很喜欢那一片粉红色啦，就是灰配荧光粉的感觉。对，所以大家其实两色我觉得都很好看，然后你可以想一下，你刚刚第一眼觉得你最喜欢哪一个颜色，你就买哪一个颜色，超可爱的。好，然后我要再继续咯。好，再来呢，我现在要穿的这一件呢、啊，就是我很大推大家的西装裤。好，西装裤很久没出了，但是呢，每次一出就是非常的厉害。这一次啊，我们卖的这个西装裤啊，它是后开叉。它是后开一点小叉而已，然后这一件西装裤的磅数，它呢，我觉得它的功课数比较重一点点，然后它比较不是那种雪纺质感的那一种，它是就是有点像斜纹布的感觉。好，我先不要穿衣服，好吧？我每次介绍裤子，其实不是说故意不加衣服，是我想要让大家很清楚的看到我的裤型跟整个，因为我觉得这件裤型叫做无敌美。无敌瘦，你们从镜头里面看，就是它的长度、挺度、颜色、腿长度、显瘦度，就是犹如你们看到的这样。而且我现在还没有就是穿任何的上衣穿搭，我只穿一双平底鞋。好，然后我要特别的请大家看清楚，是我现在穿的是杏色，在还没穿黑色之前都这么厉害了。这件是我今天很大推，喜欢穿这种裤型的女生，你一定要把这件买回家。而且它的叉位在后面，有一点点微微的小喇，但没有很夸张，就那么幅度那么一点。然后它是中腰的设计，然后有弹性，肚围也是舒适的。好，有没有光看到我现在还没有搭衣服，你有没有觉得很美？我觉得超赞的。好，那这件呢，刚刚其实有特别讲了一下，它是属于比较挺料的。所谓的挺料，大家听到比较害怕，不是厚，它是布料不同。以往啊，这种裤子都会做很多雪纺类的，它不是雪纺类的，它是西装布料，所以呢，质感非常好，但是一样抬脚伸缩自如。我们家的裤子都很酷哎、欸，就是完全不会卡哦，就是很像休闲裤一样轻松。然后呢，整个位置瘦到不行，一样有口袋，很经典的斜切口袋，然后有点微小喇，又不是太喇，然后后面有两个，噔噔，有两个小叉位。这一件裤子啊，你买到你绝对会感谢橘苑，这个远比你去专柜买什么很贵的裤子都还要好看。好，我先来搭一下上衣好了。好，那上衣的部分呢，我自己啊，可能我今天先搭一个这种。来搭一个，就是我们卖的非常好的针织小上衣兼外套。好，这一件呢、啊，里面呢、啊、建议大家，如果你有白色小可爱，你也可以搭白色小可爱。好，这样子啊是一个比较知性的感觉啦。然后呢，你看搭上衣上去啊，腿长啊，显瘦度啊，真的非常的质感。那很多女生说，那你不走这个风格没关系，妞儿可以搭一个比较休闲的，我平常自己也会穿搭的风格给大家。好，是不是超瘦？好，来，再来呢，就是这个，我来搭一下黑色。好，黑色啊，就是我自己会选用这种比较大 T， 然后稍微把它绑起来。那鞋子的部分，如果我是选择 T 恤的话呢，我可能也是还是会再换一下小白鞋。好，那这件裤子啊，刚刚讲它是有点微西装布料的，就是真的是我觉得蛮挺的，蛮挺的。然后呢，穿小白鞋也会非常好看。那妞儿是161公分，完全不要改，150几公分也不要改。你看它有点微微小喇叭，然后呢，它的裤子。
后面都是舒服的，然后这两个是假的。杏色啊，建议大家穿同色调的什么同色调的内着，或是肤色，或是无痕内裤，我觉得是最棒的。我身上这个 T 啊卖的非常好，有米白色跟黑色。好，如果还没有买到的，也请小帮手贴链接给大家，就是我之前在搭豹纹裙的那一件。好，我觉得这个裤子穿起来就是质感万分，显瘦度万分。因为啊，以往我们买这种鞋子啊，都要怎样踩高跷，一定要踩高跟鞋，觉得才会瘦，才会高，屁股才不会胖或是大。但是呢，剧院的这一款是完全让你很轻松，穿着平底鞋跟小板鞋就可以做到非常显瘦腿长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厉害。那没关系，妞儿一样会上楼梯给大家看一下，更不用说如果你今天是搭有跟的鞋，穿起来绝对是显瘦度100分。好，来来来，超瘦吧。如果穿有跟的鞋就不得了啦，所以上班族如果你会搭配一点有跟的鞋，我觉得更好看耶、欸、你看它的长度很利落，不至于就是下雨天啊会拖地啊或是会淋湿，我觉得很刚好。然后整个就是腰线这边做得非常的漂亮，我觉得这边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好，那今天这个裤子啊，就是真的大获好评，因为穿起来真的实在太瘦，尤其是杏色怎么可以那么瘦。好，那接下来呢，今天我就要来挑战这个更瘦的颜色咯，叫做黑色。好，我觉得黑色也非常厉害，因为杏色都那么瘦了，那我们再来看黑色的感觉，就是会再更瘦的感觉。好，那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很多人买杏色裤子，是因为一般上班族啊蛮喜欢买杏色，是因为有时候会搭一些西装外套啊等等之类的。好，那我先穿一下全黑休闲的感觉给大家看。好，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布料，它的布料是这一种比较挺板的，它不是雪纺，它不是那种轻飘飘的，但是它就是穿起来非常的舒适修身。然后后面呢、啊、因为它有做线条加岔位，所以呢这个啊真的是很赞的一样东西，如果你们错过了就错过了。好，不管了，下次你要买的时候一定是预购的。好，来，黑裤配黑衣，就是整个人变小一个 size。好，现在这个是休闲的 look， 刚刚杏色瘦成这样，我看黑色真的是感觉就是也是非常纤细耶。然后小平底鞋，然后一样，就是有非常舒适的一个裤子。那我还是要特别强调啊，它不是雪纺，它不是那种轻飘雪纺，它就是西装布料，非常有质感跟磅数的。然后你看后面这个岔，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因为它就是做一个小造型，今年韩国非常的流行哦，小岔位在你的后脚跟这样，超美对不对？好，然后这件裤子就是让大家意想不到怎么可以瘦成这样。好，然后妞儿来搭配一下其他衣服的感觉。好，然后呢我稍微换一下咯，就是呢，如果呢你今天想要当一个小帅性的女生，好，那你看一下这个裤子还可以这样子。来，大家有买这一件应该也都收到了啦，也都收到了。然后你看这裤子瘦不瘦。好，黑色杏色啊，如果你平常有在穿这种裤子的需求，妞儿其实蛮推荐你包色的，因为这个裤子真的不好买到这么好看的。我刚刚也讲了，这个裤子啊，你在剧院买不知道才多少钱，几百块而已，真的远比你去百货专柜买的很贵的裤子绝对都还显瘦，绝对都还好穿，相信我吧。因为呢真的我自己亲身体验就是这么样的显瘦。好，那我现在上身穿的这一件啊，也就是我们卖的非常好，其实你们想要上班的感觉啊，比较帅气的感觉，也可以搭配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上身或是小大衣，我觉得都非常的好看。好，很瘦对不对？好，然后或者是一些牛仔类的也都可以。好，裤子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再给大家看一次。总而言之呢，它就是有两色，噔噔，这样。好，刚刚前面有穿，如果你等一下没看到的话，你可以拉一下重播。反正妞儿就讲了啦，它就是我觉得非常大推，它甚至比专柜的裤子啊的一些西装裤啊，我觉得都还来得显瘦，值得购买。好，所以呢给大家参考咯。好，那妞儿现在要来介绍的是我们今天上架的小可爱。好，那在小可爱上架之前呢，我一样先把我的牛仔裙穿好，来做一个小可爱的穿搭。好，牛仔裙我不知道大家都抢到没，今天最难买的就是牛仔裙，因为呢便宜好穿又弹啊，然后我们家的牛仔就是出了名的难买。
好，所以呢，请大家自己动作快了，非常非常的纤细哦。好，那我看一下今天的小可爱，总共有两款哦。好，今天的小可爱都是长款的，都是比较偏长款的。好，那妞妞来穿一下这个绿色给大家看好了。好，绿色的部分给大家看，然后它一样是做一个美背式的线条。好，等我一下哦。好，那小可爱的部分呢、啊、总共有两款，一款就是我现在要穿的，它是弹性非常好的。那今天这两款呢，它都是属于小可爱，就是背心的性质啦、啊。然后呢，它是比较长版的，就不是那一种就是只能单穿，就是穿在里面的那种。现在我穿的这个它是可以就是外穿的。好，来这一件呢、啊，就是总共我就穿一个比较秋冬的颜色。好，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呢、啊，是手上拿的这一款，总共有三个颜色：绿色、黑色、白色。好，这一件的穿着感非常值得购买，因为它的弹性略胜其他卖场上的小可爱，它的弹性非常非常取胜，很弹。然后呢，它的长度是我刚刚讲了，它是直接可以当外穿的背心，它其实也不叫小可爱了。然后呢，一样哦，美背式的一个线条之外呢，一样是我们一体成型的罩杯，所以在洗涤的时候它也不会乱跑杯。再来呢，就是呢，杯垫都是 1.5 公分左右，那旁边呢都可以再加点或是踩点都可以。然后你看像妞儿现在是没有在穿内衣的状态，直接就是美背这样，然后它的旁边是做蕾丝。那我刚刚讲了它的弹性真的很好，我跟你讲它这个，因为我没有穿内衣，好，我先挡着啦。它弹性真的很好，我刚刚讲了它是在那个小可爱界里面弹性取胜的其中一款，所以如果大家今天要购买的话，你看它胸型这边还有做小蕾丝，非常的漂亮。好，可以寄到新加坡，我们非常多的新加坡的粉丝。那今天两款我都很推荐，今天其实没有上太多的小可爱，但是我刚刚讲了这一件的那个弹力舒适度取胜。那颜色呢，其实因为接近了转换季，妞儿就会帮大家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颜色，秋冬色，但是不会到太难搭配。像绿色，就是大家都知道绿色是我很喜欢，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非常多绿色的东西出现。好，对对对。后面设计超好看啊，所以每一次我们家小可爱其实很多人就直接包色，喜欢的话你就直接买两件或是一件，或是喜欢好穿再来买。但是如果你是想要现货的话呢，其实就可以直接购买，然后我们明天就可以帮你寄出了。然后白色黑色就很经典，基本绝对好看，那你看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颜色哦。好，然后这个是其中的第一款，然后它第二款呢、啊、它比较不一样的是它是豆沙粉跟黑。好，第二款呢、啊、大大不同哦。第二款的罩杯比刚刚现在这一款的再厚一点点，大概 1.5 块到2公分的厚垫。再来这一件，其实就像我讲，今天这两件都不算是小可爱啦，它比较像背心，然后它是做高弹后交叉的一个小蕾丝的一个设计哦。好，这一件呢、啊、我本人也非常喜欢这一件，因为呢我觉得它今天这两件呢、啊、都是走一个弹性取胜的小可爱。因为呢其实小可爱看起来琳琅满目，我觉得都蛮像的，但是如果每一件呢都要来去做比较的时候，一定有它优胜的地方。好，那因为我现在穿的这一件呢，我要跟大家讲，穿下去呢身材会非常的好之外呢，我刚刚讲了，真的是舒适度跟弹性取胜。好，这件是有点小 V 领，但没有关系，它有满满厚厚的杯垫给大家，而且它里面的设计是这样子的，非常的精致跟经典，因为它要厚厚的杯垫，需要一个下围的支撑力，懂吗？所以这件我很大推大家买两个颜色，然后一样衬垫在这边可以拆跟放都可以，超级大弹哦。我先跟大家讲，这么弹，它的下摆真的很弹，很舒服，而且它就是感觉会包把大家的肉都包住，但它不是紧的。我刚刚讲了这两件，完全这两款啊，完全是走一个高弹舒适柔棉取胜。那它的长度就像我讲，其实你根本它不是小可爱，只能穿在衣服里面，它是可以外穿，而且它后背是非常精致的细交叉。
很少可以做这么经典细交叉，然后全部都是高弹的肩带这样。然后呢，它虽然有蕾丝，但是我们家选的都是亲肤蕾丝，不会刺痒的。这个豆粉色也是我非常喜欢，穿起来非常有女人味的感觉。好，然后呢，如果你看真的要扎进去的话，你看这小可爱把我的腰收的多小。它虽然收归收，它不是紧哦，它一点都不紧。我刚刚已经严重讲过很多遍了，就是它是一个超级高弹取胜的一个小可爱肩背心，所以呢，你不要以为它是很合很紧的，一点都不合，一点都不紧。好，然后可是呢，它却把我的腰缩成那么小。好，很厉害很厉害，然后包覆性非常的够，然后它利用了这个小侧边的蕾丝去做一个包覆的一个部分。牛仔裙的弹性非常好，何止有弹，是非常好，你看得到的腰围、大腿、臀围通通都是有弹性的，通通都是有弹性的哦。好，然后呢，来各位呢，今天呢，我们今天下单成功，记得给大家一点时间来做贴订单的动作，贴订单的动作。然后呢，在大家贴订单的同时呢，妞儿呢稍微再来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咯。好，那我们今天呢，如果呢分享数越多，我们就会抽越多。好，所以呢，取决于在你们的分享数咯。好，然后呢，我现在这样子的穿搭就是，哎，今天早上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衬衫，我很喜欢的这个灰色衬衫。好，然后你也可以这样子把它绑起来，然后稍微把它收好一下。我好喜欢这个银灰色哦，因为这个银灰色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流行指标的一个颜色，然后又非常的提亮。好，来，我看到海外的粉丝开始在贴订单了。好，然后给大家一些时间，那今天的东西一样是全数现货，全数现货，所以呢请大家动作快了。好，很多人在购物，那希望大家这几天都可以顺利的拿到东西。腰围也是有弹性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你倒不必担心，你就买平常你穿着的尺寸，你就绝对会穿得非常的喜欢。好，牛仔裙是真的非常好看啊，真的真的，买回去应该每个人都会非常的满意。小可爱的胸围不紧，我今天有特别讲了，今天上的两个小可爱其实跟我们以往就颠覆了以前我们以往小可爱的形式，小可爱以前都是半截，但是这一次我们选的其实有点像背心了。那既然可以外穿的背心，不只是单单放在衣服里面的小可爱，一定是要就是弹性很好，不要压迫的一个面料，所以今天的我觉得完全不紧，是真的很舒服，很舒服的面料，完全不会挤肉跟夹肉，这是我自己亲身体验。而且它其实有蛮多的空间在做包覆乳的这个动作，所以胸围比较大的粉丝是都可以穿的，都可以穿的。好，是不是超美？然后呢，衬衫的部分呢，它还有那个就是我们其他的杏色。好，给大家看一下两个颜色，然后它就是一个 set。 然后这个衬衫它就是走一个微反光的材质，然后喜欢比较利落的人，比较时尚指标的人，我觉得可以买灰色。然后如果你是就是一般女生啊，其实一般女生都会买这个比较偏香槟性的颜色，她会觉得比较女生，然后也很提亮，然后也很好搭配一些宽裤。什么时候出美欧？我们其实很常在出好看的牛仔裤，只是因为牛仔也不开放预购，所以很常就是会售完。好，牛仔裙的连结我们再请小帮手贴上去。好，牛仔裤真的是一个大家非常非常喜欢非常夯的一样商品。那要提醒大家，我们的牛仔不就是不开放任何的预购哦，所以呢如果今天售完的话我们就要再等咯。那都蛮久的，其实牛仔都要等一段时间。好，那今天呢、其实卖的最好的这个跟大家讲，就是三个颜色，它是一个蛮简约的直条纹薄衫，但是呢 再穿一下牛仔裙的 look 给大家看。好，这个穿搭就是也是我自己平常出门会穿的，你看你是要绑起来呢还是要扎进去，身材比例就是非常的简单，就可以非常的姣好了。牛仔裤的尺寸有 SM、L、XL 四个尺寸，让大家自己轻松的去做一个购买。然后呢，正常尺寸，正常尺寸。然后这个它有灰色、蓝色跟水蓝，水蓝很多人购买，因为就是很亮。那我自己还蛮喜欢这种基本色调的颜色。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赶快努力的分享分享再分享，然后我们大约大概在五分钟左右，我们再带大家去做抽奖的动作啦。好，所以呢分享越多抽越多，分享越多抽越多。好，这白色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如果接下来想要搭一些外套啊，都非常非常的好搭配。好，然后上衣的话还有灰色，水蓝色也很漂亮哦，水蓝色如果搭牛仔裙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颜色。这样，好，牛仔裙有弹性哦，我们家的牛仔裙非常的好穿，背后不会胖啊，背后不会胖哎。这样，水蓝色很多人购买，因为水蓝色就是乍看大家觉得说，哇，非常的显白这样。然后你不如果不要用绑的，你其实用围扎的也 OK， 这样很好驾驭的一件包上衣，很美哦。好啊，灰色可以啊，灰色就是妞儿刚刚第一套穿的，然后灰色也是我最喜欢的颜色，所以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灰色的话这里这儿好哦，来，那记得咯，把订单编号贴回来咯，好不好？订单编号贴回来，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抽奖。好，灰色就是里面我最喜欢颜色，因为一般呢、它其实都是运动灰，但是这一件灰色它是走比较微深灰的感觉。然后我刚一开始是搭配黑色的短裤，然后跟靴子，我觉得超好看。对，好，加油咯。这样，然后这件啊，如果这个小帮手可能先帮我用一下，我这个啊，如果我再搭一下那个黑色的西装裤给大家看，那粉丝刚刚说，如果是杏色的裤子啊，跟那个蓝色水蓝色的上衣，我觉得它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杏色搭水蓝色啊，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就是协调的颜色。然后如果是我现在搭的黑裤，然后要搭配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来给大家看一下。那我想如果你今天是要去搭上班族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比较不适合把衣服绑起来吧。好，所以你可以就是这个是我们今天上架的黑裤，超级瘦，然后我觉得可能是上班需求的话，应该就做一个围扎或是整圈扎进去，应该会比较适合你们。这样你看这裤子多好看，轻轻松松，你看你是要搭你自己原本有的白衬衫呢，还是要搭像我们这种微轻松的一些薄长，都很好看。好好，看到海外粉丝在贴订单咯。好，然后刚刚他们有说，就是如果是在穿这个螺纹黑色的，其实也可以，它的感觉不一样，因为我现在配的这个是比较西装裤的感觉。然后刚刚粉丝说这种宽版的当然也很适合啊，因为宽版的它其实我再配一个宽版的其实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黑裤，可是它整体的造型感跟你们想要的都诉求应该都不一样，因为黑色的话它是走比较休闲式的，所以跟你们穿的那个西装裤的布料我觉得又不太一样的感觉。好，那黑宽裤 我非常大推，是因为它穿起来又凉又瘦，然后无限制的可以搭任何衣服的款式。对，所以这个黑裤我非常的大推。好，幸福的赢家是我。好，来，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哟，再给你们一些时间喽。对，然后我们今天记得，因为现在大家都还在贴订单，然后呢记得要分享，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抽出台湾150元的折扣码跟马币20元折扣码。那我们今天呢没有定几名哦，就是让大家自己做决定，分享越多就越多名，就这样，就靠大家的团队努力咯，好不好？越多就越多名。好，它不是喇叭，它算其实算是直筒裤、宽裤，可是因为它的身形我觉得就是非常纤细，然后让你觉得它跟一般的宽裤长得很不一样。它不是，它没有喇叭裤，它就是微宽宽的感觉。对，
非常的瘦。对 ，Hello， 加油喽！那我们就是等一下要抽奖了，所以呢，你们呢自己赶快分享，就是我看一下大家的努力，然后记得呢订单编号记得要贴回来哦，好不好？好，那今天呢其实有很多的上衣啊、连身裤啊、裤子好买、欸、因为呢 像我身上的裤子刚刚就我就讲的是我今天蛮大推首选的，它有两个颜色，一个是很经典我很喜欢的奶茶色，因为这个奶茶色刚刚前面有穿，它穿起来瘦然后又不会就是显胖，然后搭牛仔类的外套啊、衬衫啊，我觉得都非常的好看。好了，可以通知我们的小帮手来那个抽奖啦。好，来来来，好啦，那我们等一下会带大家去做抽奖的动作，那就请大家赶快你说想要开始穿的小可爱连结。好啊，我的小可爱一开始穿的那个小可爱也是我们非常热卖的小可爱，那应该也是大家人手一件的小可爱，非常的好穿。好，反正现在你不知道在做什么的话你就分享就对了，你就分享分享再分享，然后如果呢真的万一如果真的你们没办法抽奖的话，只能说你们今天不够给力咯，所以等一下我看一下大家的状况是如何咯，好不好？好，那等一下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再给大家问一点时间，然后这一个礼拜啊大家呢真的很多人在买那个现货的衣服，那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有八折专区哦，所以如果你有喜欢的东西的话你一定要赶快去看，因为呢八折专区通常很多东西都是抢购的非常的快。好，所以呢请大家动作快咯，好不好？好，然后我身上这个小可爱就是刚刚粉丝说要买的，这个是凉感小可爱，穿起来非常纤细，然后你看这个裤子来，其实没有衣服挡住，这个裤子真的很厉害，虽然有时候我在介绍裤子的时候都会穿这个小背心，但是我觉得它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件裤子到底有多瘦。好了，好的，来我们今天马下来跟台湾有办法抽出几名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最后的状况。好，那就是今天不用抽奖咯。哇，好哦，你看看你们，好，不是不给你们抽哦，是你们今天没有很认真的达到我们的门槛，怎么办？好，所以呢，所以是要你们再接再厉咯。好，今天呢其实居然没有定出任何的一个标准给大家，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了，你今天呢想要抽奖就靠你们自己了。好，其实这是额外给大家的活动啊，但是如果我觉得不能抽也没关系，我们就再接再厉啊，不然呢怎么办呢？好，然后呢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呢？有吗？那今天一样哦，最后再提醒哦，如果想要很快速收获或者是要买现货的人就趁今天了，好不好？好，那如果还有一些裤子的问题啊、疑难杂症的话也都可以帮我们问一下我们的小帮手，然后这礼拜要上到礼拜六，不止大家犹豫我也蛮犹豫的，所以呢大家一起加油咯，好不好？好啦，那还有什么问题吗？感觉没问题，可是大家都还在线上哎，所以是有问题要问吗？对，好了，最后两分钟我们就要关直播喽，我们就要关播喽。然后，如果你是新粉的话，居然每天都有新品哦。然后那个牛仔裙呢、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它最后也没有穿在我身上的布料是什么样子。非常好看的牛仔裙，三扣的哦，噔噔，超级弹，噔噔，你看，好，然后我觉得它就是刚刚讲没有明显特别刷，这种在这边是比较刷白的，然后它就是靠近肌肤就非常的显白。好，这是今天我们居然最大推给大家的牛仔裙，三扣牛仔裙。好啦，我知道我讲的非常清楚啦，所以呢其实每次在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基本上老粉都没有问题了啦，那有一些问题可能就是一些新粉啊或是海外的粉丝他不知道怎么做购买，那没关系，如果还想问的话我们就赶快私讯小帮手咯。小可爱连结好咯，样样，哎，样样你来那么久居然没有买过这款小可爱吗？好哟，
所以咯，你说 Doris 问了一个问题，问我说为什么衣服有商品有问题不能兑换哦？好，这个我们请小帮手回复你好吧，因为其实有一些规定啊跟准则，所以呢其实都是一样的，不论是在哪一个地区都是一样的哟。所以 Doris 我们再请小帮手回复你好吗？哦，朋友要的是不是刚刚那两款能够包住复古雷射小可爱是哪一款？我觉得第二款包覆性蛮够的，其实两款都可以，然后因为我刚刚讲了主要够弹，够弹它包覆性一定够好，因为不够弹你就会挤肉，所以其实那两款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弹性的哦。好，感谢你哦，朋友要买的，我想说你应该已经买过也穿到了，买了十几款。好啦好啦好啦，感谢你们咯。好啦，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咯，我们就明天见咯，拜拜。